书房栏目有琳琅，是谁人在唱，谁人在望，谁人在天上，看来这多少几人得到收场，草草是谁在自扰，谁在逍遥。外表我装作三分懦弱，你们看不懂，感到有些疑惑，他说何时能让我修成正果，长生的秘诀会不会是寂寞，难道凡人就该平凡？我想成功无限道，变得长生又不老，学会靠努力的道，不是靠运气，我不是来这儿看风景，拼尽全力的模样，超乎你们的想象，就算月亮睡了我也坚持到天亮，一心念着什么还不是